责大垃圾及整理场地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号，我负责洗衣粉、洗手台及擦拭的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。我们负责刷马桶及拖地的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号，我要将厕所内外的垃圾扫起来，并且拖走啦。大家好，我是环保小尖兵，今天由我来负责解说。首先，请三号及四号同学初步检查马桶情形。如果有人忘了冲水，就先冲水一次，并且将垃圾桶放到厕间外。剩余的洗衣粉水，用刷子将洗手台刷洗干净。如果有垃圾，卫生纸要先捡起来，不要冲到排水口内，以免造成阻塞。二号将洗手台刷洗干净后，以抹布将地面及门板脏污处擦拭干净。一号同学倒垃圾回来，将垃圾桶放回。全部放好后，开始整理扫具。请看，厕所变得好干净，15分钟